收获华德在30日晚间返回美国，当他搭车抵达桃机，一下车就被满满球迷包围，更一度感动到眼眶泛泪。对于球迷们要求签名拥抱，全都来者不拒，展现出亲民宠粉的一面。他也开心表示，在台湾打球的时光真的很令人难忘。不过，就有知情人士透露，魔兽离开当天，球队高层和队友们都没有半个人到场送机，让网友直接在 IG 骂翻，更有球迷生气直呼，半个队友跟高层都没有去送机，实在很夸张。他就是 NBA 的巨星，值得高规格的对待，而且那也是展现球团公关的最好时刻，但这样操作实在很傻眼。没想到该则留言魔兽看了也暗赞，似乎对于球团高层没送机感到痛心不满，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